八个星期的阻断措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息。戴口罩，遵守安全距离，暂别社交聚会，这是冠病疫情下的新常态。I last spoke to you on COVID-19.四月三号，李显龙总理针对冠病疫情发表第三次全国讲话时说，由于我国每天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有所增加，而且近一半的感染源头不明，政府必须采取果断的对策，阻断病毒传播。We will therefore impose significantly stricter measures. This is like a circuit breaker.阻断措施从四月七号开始，非必要领域的商家暂时关闭，国人也得减少外出，餐饮场所不能堂食，只能打包。把你的配方也非常。前线在三月底访问油炸小吃店西德利的老板徐美玲时，他正在为马来西亚籍的员工安顿住所。接下来疫情的发展是他始料未及的。其实面对病毒，美玲心中是有所畏惧的。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，甚至还感染过 H1N1， 曾经命悬一线。我在医院隔离了差不多15天了，又冷又热，其实我很害怕，把怕到我想放弃掉，想说哎呀死了算了吧。是我妈妈了，其实是我妈妈。我妈妈带了一碗粥给我，放了很多笑脸，就跟我讲要坚持。一吃完了这个过后，我就很开始坚强，一直跟她奋斗了，奋斗了我就好了。身为百年家族老店的第四代传人，美玲决意无论如何都要闯出疫情。西德利在全岛有20间店面。阻断措施期间，位于石阁的3间店暂停营业，商场的店面生意也锐减，总营业额跌了6-7成。其实如果真的是影响到必须要关，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会从头再来，因为我觉得反正哦，你都是从白手起家做起，其实我觉得只要你不怕失败，你还会站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会做得到。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，四月份有大约3800家公司结束营业。经济师预测，结业的情况还会持续。我觉得五月份可能会到了一个巅峰，然后六月份可能维持在五月份这个数字，然后到七月到八月的那个时候才可能会逐步的下滑。为了缓解疫情的冲击，政府在5月26号也推出了第四轮总值330亿元的坚毅向前预算案，连同之前的3轮预算案，政府总共拨款近1000亿元，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%，来帮助国人和企业。This is a landmark package and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an unprecedented crisis.其中，政府延长租金豁免和雇佣补贴计划，帮助企业减轻成本，保住员工。政府的种种援助也让美玲得以保住约60名员工的饭碗。没有做工的，政府津贴什么，我们就帮他们什么，我们都有这样子做，能帮到什么，我们一定要帮忙。疫情之下，大家都得做出调整。43岁的德士司机黄俊民就在 SMRT 的安排下找到一份新的差事，送比萨赚外快。我是从5点到晚上10点左右，一个钟头他们给我们的劳温是7块钱，然后 trip 是$4。你走的趟数越多的话，你就可以赚的更加多了。通常是一天有50-60块到60-70块左右。
从前居民一天可以赚大概100元，阻断措施期间收入几乎减到零。送餐是他求存的方法。贸工部上个月也预测，我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将萎缩4%到7%。经济师认为，我国经济多快能够复苏，旅游业是其中一个关键。我觉得旅游业今年是不会复苏的，还是要等到明年中才可能会开始复苏。很多的那些中小型的那些行业，它都也相当的依赖旅游业，就是我们的 taxi drivers、grab drivers 啊。我们的餐厅啊，这些，所以如果没有游客来的话呢，他们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俊民至今已经得到约4000元的津贴，帮助他应付一家人的生活开销。他觉得或许要再等1-2年，生活才能恢复正常，德式生意也不会在解封后马上好转。因为有些人还是很怕，而且政府有说过，如果可以的话就在家办公。我相信暂时最少要等到7月份吧，才会慢慢的逐渐会恢复。客工宿舍疫情一度告急，现在情况如何？